博士。罢免贾博士。深蓝团体民主监督联盟后周上凯道要罢免贾博士跟蔡英文，这到底什么跟什么？罢免贾博士，蔡英文。罢免贾博士，蔡英文。原来是质疑蔡总统学历造假，说的不是贾博士，是贾博士。民主监督联盟宣称上凯道也是要替已故议长许坤元讨公道，但韩国瑜却请秘书劝他们别出征。我不是韩粉了，我是中华民国粉。我要奉劝韩国瑜，你不要抛弃台湾人民，不要龟缩，你不要临阵脱逃，不要临阵脱逃。新南哥，不要临阵脱逃。我决定个人听从议长的遗愿，暂缓上凯道。是坤元被指高雄对高雄的询问，我们一定要先放下仇恨，让坤元呢做好走。韩粉窝里反分成鸽派、鹰派，信任哥到灵堂拉着许坤元夫人一起直播，呼吁大家别上凯道，也在脸书澄清，凯道活动根本不是韩粉团体主办的。那这个民主监督联盟到底是哪来的？不要说反渗透，我就是中共跑路人。去年白狼率众到立法院反渗透法，站他旁边的就是黄振中，也让凯道活动被质疑有中共势力介入。如今他们说，光是罢免陈柏惟、黄捷不够，还要再罢刘世芳、邱毅寅。刘世芳，你在左营建区，你为左营建区争取什么福利？没有。是否罢免，我是完全尊重。从事政治就跟进厨房一样，不能怕热。报复式罢免，天天有新名单，泛绿明代不回呛，只表示会坚守本分，认真问政。三立新闻方博峰、周宁台北报道。